花时间去念书、练无教学的东西，福音就是大能嘛，传福音就可以。但是，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们见到一些人呢，其实首先不要跟他传福音，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无教学就是这个意思，是要首先我们要明白他的想法。啊，明白他的想法，都是我们书的名字"知己知彼"，对不对？那这样我们要知道他的想法，然后他的想法是怎么样呢？他对这个福音还是接纳还是不接纳？很多人他是不接纳。我最近跟一个吃饭的时候，我旁边有个没有信的教会里面，我就跟他谈谈了很久，他对圣经的解释很奇怪的，啊，都是，为什么要神是主权的神啊？为什么神那么霸道啊？在旧约圣经都是杀很多人，很残忍的。为什么摩西？什么摩西？就是你还记得吗？击打磐石以后呢？然后他，你看摩西怎么为神？然后他只是犯了一小小的东西，甚至神就不准他进入迦南地，对不对？然后表示什么？然后表示你们基督教相信的神太工业，太残忍。太没有耐性，对摩西实在跟神跟得很惨，一生侍奉他，没有。但是我跟他解释，我说不是啊，你弄错了，你解释错了，为什么呢？你不要跟他传福音，你跟他解释，跟他谈了以后，他有很多的意见嘛，你要慢慢让他解释掉。我说啊，神其实对摩西很好，你看摩西死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死的时候都是眼睛看不到啊，耳朵也听不到音乐啊，很多东西，对，身体也很麻烦了，不能够走路也不行啊。但是圣经讲摩西怎么样啊？他身体很好，120岁哦，走路跟我们年轻人一样啊，听啊讲啊，所有东西都是蛮好的。你看神对摩西是实在是很恩待的。他是神所重用的人，他身体不舒服，神会医治他。那为什么神，既然神对摩西是那么慈爱的，那为什么神还是摩西只是犯了一个很小小的 mistake，对不对？打这个磐石啊，但是这个 mistake 不是小的。有时候我们要看，我跟他分析啊，我说神本身他是要向这些以色列人表示出他是一个慈爱的神。蛮有慈爱的，所以他们很多要求就是无理的要求，但是神都给他，要神他们要这个要喝水，其实也是很合理的，虽然他们态度不好，但是神还是要告诉摩西说，哎，你就吩咐这个石头出水给他，为什么？目的都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你们虽然不好，你们虽然经常投诉，经常骂东骂西啊。但是神怎么样？神是怎么样？神还是很有恩慈的。神让他们知道这个是好的东西，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所以神为什么他不准摩西进入迦南地呢？有时候你看，有时候有些规矩嘛，有些东西，如果神在这个过程里面很随他，不罚摩西。以色列人怎么想啊？以色列人会认为，哎，你看，神跟摩西其实是什么？他们都是通的，这样就是别告诉他，告诉以色列人，我是慈爱的，但是要使用摩西的性情的弱点表述错，所以神也是怕这些东西，所以还是要规矩，还是规矩，是这个意思啊。有时候要公开的让人知道神。是蛮有怜悯的啊！我们要告诉大家，基督教的神，我们要讲他是公义，也是慈爱，对不对？但是慈爱与公义的背后还是什么？还是什么？不是，不是，我们不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什么啊？伊斯兰教呢，他们也很多宗教，他们也讲他们的神呢，是公义的，是慈爱的，但是实际。到背后，我们要讲的是背后，啊，背后里面。所以我另外一本书就是讲这三者属性的时候，
我们讲神有很多不同的属性，都是表象出来的，好不好啊？但是他最基本、最基本走的最基础上啊，你明白？想我的系统啊，不是系统神学啦，每一科也是一样。我们基督教物教学啊，我们经常让你明白一些的市场的方法，就是表面是怎样很多不同这些东西，但是实质上我们要看的不单是怎么样。外在的东西嘛，还要看这个基础的东西。譬如说，我们讲很多苦难的问题，就像我们有一个，对不对？不懂画图哈，这里有雾在这里呢，好不好？可能大风大雪，哇，一直在走出来啊，所以我们住在里面很怕，对不对？但是这个雾不会动摇的，为什么？要看着看它的根基是怎么样。我们看的是这，它的根基扎得很紧的，然后是在磐石上面建筑起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很多苦难的问题呢，你不能够跟他，不能够跟他。他说：“哎，我受了很多苦，我很痛苦。”当他讲他的感受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回答他呢？不能回答的。为什么？感受是一定是对的，对不对？啊，但是从最基础。我们看，最基础看，虽然大风大雨大雪，但是神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啊，都是这种看法嘛。所以，我们看神的属性的角度呢，神的属性是他是慈爱也是公义的，但是对我们基督教来说呢，他最基础的、最基础下面的那是什么东西啊？那是什么？还是慈爱的，这个听懂吗？神还是慈爱的，哎，对，我们的爱的宗教嘛，三一神的本质就是一个爱嘛，啊，这个很懂这个东西，不然我们不能够，为这个信仰去辩护。你如果误会了，他是公义的，那就变成什么？那就变成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他要讲公义，他要讲慈爱。但是最终是什么？最终还是公义的神。所以你要不要想天堂，还是能够去真神阿拉里面？靠什么？啊？当然啦，当然啦。他们是这样想嘛？他们跟犹太教差不多呢，就是讲说，他说每一个人出生都是有个黑天使、白天使。黑天使的作用是什么？就把你的不好的东西写下来，白天使的把你好的东西写下来。你快要死的时候，死的哪个时候怎么样？黑天使跟白天使在对稿，一对，吼，是黑的，那怎么样？就是很公义的，神是很慈爱的，神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啊，伊斯兰的教义是什么？哈，对，上战。哦，你看到他们，你要看到吗？所以他们都是为什么有很多人都是有一这种想法呢？他都是有一种的教义，宗教的教义在背后，就是说你为真神亚拉，就是啊，这个宗教这个信仰，就是奋斗，甚至服为这个神死的，那怎么样？哦，就像我们玩游戏一样。就是看你的玩的游戏，看你的灯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哇，一直在上，就像出这个王牌。可能你的品格很差的，你的道德很差的，那怎么办？你就知道死路一条啊，快要死了，那怎么办？啊，出王牌是什么呢？你就是好好去做这个上战啊，这个分数最高的啊，好啊，分数最高的一定会上的。好，你就是做了这个时候啊，那你白天说哦，这个厉害了，这个是1万分，哎呀，平常的东西最差的就是你可能拿了3、4分，哇，刚刚好啊，刚刚好足够去啊买一个天国的飞机票，1万 points 啊，好，你 credit 了，就是这个想法嘛，所以你看，他们说真神啊亚拉。是很慈爱的，他给我们一个机会，你去做，你为这个事情做上战，结果是什么？哦，哪里去？你再去？其实真是慈爱吗？
不是，还是靠什么？神还是给你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你能够把握住吗？你可能不能够把握住，对不对？啊，不能够把握住，那怎么办？那就需要什么？那就需要，你自己要做了，做了以后，哦，分数很高，啊，这是伊斯兰教的教义。所以神是什么呢？他们的神，虽然他要讲公义，也要讲慈爱，但是我们最到最基层、最基本的基础是什么？还是公义的。我们神不是这样，我们神还是慈爱。他对摩西还是蛮有慈爱的，他对以色列人也是蛮有慈爱的，看到吗？好了，这个比较上比较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情况是怎样啊，情况是怎样。所以呢，神为了要管制这个管制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他还是要摩西不能够进这个迦南地，这个没有办法。否则人家误会了，那是不好啊。但是虽然是怎样，但是神还是满足了摩西的他的心，叫他去什么山呢？西南山，去看一下，弯过去，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你要迦南地，然后他是看得到。我们可能远远的看不到，我们这眼睛不好了，120岁，但是身体很好，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想山，嚯，还想登山呢，还登山以后去，然后听到神的声音，看到的，然后神就接他走。所以神不是对摩西不好，还是对好。我看摩西也没有所谓，因为他是侍奉神的人。侍奉神的人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这侍奉神的人，对不对？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什么？抓住神，然后我们是要让神去使用的。所以呢，神不用我们，我们就惨了。奉献有没有用？有时候有些去教会里面谈攻击的问题，也是困难。不要谈，你要去就去，你工资感觉好就去，不好就不去。不要谈，哎，再给我 20% 太小了，不要，不要，绝对不要，对，工资，对，员工，工资 salary， 他给你5000块，你就5000块，你感觉他是不够的，你就不去，不要跟他谈。我的想法是这样，你跟他谈就是，我的做法就是这样啊。哎，对，就当牧师啊，传道啊，不，这是，哎，对，你给我，我经常都是讲的，就是他给我多少我就拿多少，如果他给我太小，我也不出声，我就不去了，我不需要你勾血，我就不需要哈，这为什么的这样想法呢？想法乃是因为我们是神所，我们就有护照嘛，对不对？神是用我们的人。我们最重要的是神可以用我们，这个是最重要。其他的东西我们交托给神，我们交托给神，对不对？最重要的是神用我们。我们如果念好书却是侍奉，神不用我们，什么意思也没有，也不重要，对吗？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这里面啊，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知己知彼，我们是必须要对我们的圣经很懂，然后怎么去，然后我们对我们圣经里面所讲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很懂啊。所以人家有问题的，他讲了一个问题以后，知道他知彼，知道他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的东西，然后告诉他，哎，原来你弄错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所有你都是弄错，怪不得你不相信耶稣了，怪不得你不相信基督的信仰了，那因为你所想法根本不是基督的信仰，你想法可能是伊斯兰教来的，可能是犹太教来的，可能是天主教来的，但是不是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教的神就是这样，需要跟他澄清了很多的问题，有些人他不需要澄清的，
你跟他讲福音，他就信。哪里就不要发什么物教学的东西啊，不要了。你就跟他传福音，好好的教他，确实信主，那就够了。圣灵已经在他心里面动工了。这个时候就是收果的时候。但是有时候你跟他谈的时候，你发觉他很多的在里面的，这个福音你不讲也不重要，不紧，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就是这样。为什么要弄这个物教学的东西呢？就是说，你见到一些人，他还对福音没有兴趣，你也感觉他不会听的，哪里不要跟他讲福音了？你跟他讲一些见证的，特别是我们在中国大陆来的，你跟他讲见证的，他要把我们看成是法轮功，要是有法轮一练功，你身体就好了啊，就是你信耶稣，你就什么都好了，都是这样东西。他们就我们是无神论的，你就是，这是迷信。那怎么办呢？那就不要跟他讲见证嘛，他已经认为这些见证都不是真的，你讲的怎么精彩，他也不信的，所以要看他从这个理性的方法。理性的方法跟他谈，让他明白他应该是怎么走，他有什么误会，把他澄清了，我们就说物教学是什么呢？物教学就是一种的松土的工作，你把福音的种子撒下去，但是这个泥土太硬了，根本没有用的，你把它松松土，让他明白，所以哪个人？他是本来是香港来的，来到这里就是他妹妹死了，我跟他办这个丧礼就是原来这么吃坐在一起吃饭，我知道他没有信，就是特别的坐在他旁边跟他谈谈的，然后他问我几个问题，我就慢慢解答你有听过，你有去过教会的，然后为什么不去？他就讲讲的时候他就很多的误会。很多的误解，要把这些误解把它清仓了，最好是这样，澄清了，澄清以后，再跟他讲福音就比较好。这是物教学要做的东西，好不好啊？但是我们如果有没有这个能力，跟他去谈，跟他去分享，都是看你的道理讲得清楚还是不清楚的，那你就看好好念书啦。不能好像这个斯布真的讲法，就是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单单讲福音就可以了。看哪个时代，斯布真是哪个时代的人呢？他哪个时候是做什么啊？哦，哪个时候是教会大复兴嘛？那是什么时候啊？对呀，他一讲到，一定有人信耶稣的。人家都会来听听道理嘛，但是我们要现在他会不会无缘无故来听你们讲道啊？没有的，我们现在都是要吃饭嘛，对不对？你福音什么福音晚会还是要吃饭嘛，在美国是这样嘛台湾可能不同，我不知道还是要吃饭，然后坐下来，然后又要听福音嘛没有饭吃，很少人会来。但是你吃饭也是要找一个机会嘛，看看可能圣诞节过节有气氛嘛，来教会有气氛，哪里有吃饭嘛，吃了以后他就听一下嘛。要快要过年了，现在过年中过年了，也是嘛，都是玩玩游戏，玩了游戏以后也去讲讲福音嘛，都是我教会都是这样弄了我看很多人你可以传呐。很多人，我们要教会搞很多的，有时候 line dance 有时候乒乓球有时候太极拳还是要 line dance，还有这个少年足球班都是跟他联络一些关系嘛，然后关系好，也就请他已经到了教会活动嘛，然后有些特别的聚会，就是圣诞节，就是介绍跟他来吃饭邀请他来都是这样。他来了以后，他是这个时候他是有时间的，然后他来了以后，我通常都是他来了以后，我就跟他讲福音有时候我的有些指示，牧师不要讲太久，10分钟就够了，我就跟他讲10分钟太小了，不能，
十分钟不能。为什么？他说他就会走。哎，我讲的不好他会走，但是我讲的好他不会走。啊，我说要讲20到30分钟，不要讲10分钟，很难讲的。啊，既然他来到了，那就把握时间，欢迎他，然后他来了以后，他就可以慢慢会听。啊，我都是花一些时间讲简单的道理，有趣味的，让他去听懂，他就走。对，找一些主题他适合嘛。对了，适合嘛，就是。对啊，这个过年又来，我们要搞活动，我是在准备嘛。题目我看是讲这个最大的礼物嘛，就是派，我说他来就环游，我是这样想啊，环我啊啊，不是这个传福音，不是物教学，不要讲，对，暂时不要讲。好，我们回到这个物教学里面，好不好啊？好，这个，要让他们去明白呢，乃是要需要。大家要去学很多东西的，去研究研究，明白里面的道理才能够跟他讲，是这个意思啊。不要总的是说，等牧师来跟他谈，等牧师来跟他谈，都是牧师，但是不行嘛，对不对？我们就训练信徒嘛，信徒他可以跟他讲，那是最好的啊。不要等到牧师来的时候，机会已经走了，是不是？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我们跳到讲这个第六章，我们1到4是知彼，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它的文化背景是什么东西，明白它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另外4章，我们现在要讲呢，就是走到我们知己知彼，走到我们这个信仰里面，我们自己要准备。准备知道什么？知道我们自己这个信仰是信什么东西，我们才会懂得怎么去解释跟他，对不对？知道他的东西只是个背景，松土的工作，但是我们还是核心的，对我们这个福音里面是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福音我们要明白。所以我就跳到第六章好吗？我们先讲第六、第七，第六章里面就讲，就是我们要辨悟福音的方法圣经里面呢讲这个辨悟福音是怎么方法是怎么样最基本的方法。方法呢很重要，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方法，对不对？真的。做每一个小事情的东西都是有个方法。我最近我的 Spanger system 的 pipe，OK，就破了这个T pipe PVC pipe，OK。我本来不知道的，有次在我在收地基的时候，我的工人在下面，他说。哎，你的泥土都是就是已经湿了，可能是六水，六水是什么呢？他就说我的所有这个排水的系统要有问题排水有问题呢，他就说哎，跟我修要修我4500，最后讲价，他说4000，但是我最后说哎，还是叫另外一个看到的时候，他说哎。也是一样，4200。我就有时候我一看，哇，太贵了，太贵。以后呢，我就把我的sprinkler system 把它关掉以后呢，一个礼拜以后呢，我再走进下面下面这个 course bay 里面呢，看的时候呢，发现泥土是干的，哎，那是哪表示什么？不是排水的管，排水管在地下的，在地底，对吗？不，那是应该是这些sprinkler system 这些水管在下面，可能是漏水。我就看了以后，我就再开的时候，我走近看的时候，哦，原来是什么？你看一直在一点点水就漏下来，所以我发现原来原来也是每一个小东西，就是地下湿了，究竟是发生什么问题呢？还是要自己去研究一下，
然后呢，要弄这个东西呢，我要叫工人去弄。他说：“哇，这个很麻烦，这个是漏水，但是要把这个 cut 掉，这个 cut 掉，这个 cut 掉。然后这再另外一个新的 T pipe 把它进去。”我说：“哇，这个也是很高的费用嘛，人工也很厉害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去这个网络上。这是 YouTube 看看，这是 How to repair PVC pipe break leaking。OK， 我看到哦，原来很简单的。它现在有一些的叫做什么 leak leak 什么 leak， 不是叫，就是一点东西 circle 的，把它穿上去，要推进去就可以了，很简单。哎，对，就 ring 这样 ring 啊，这个东西可能是10块钱。那就完工了。啊？原来很多很小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是我太太师母一直问，她说：“哎，你找工人去弄嘛，你去。”我说：“不是不想让他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懂，我知道，我跟师母讲，我说这个东西我全部不懂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大学是念哲学的，我都是全部我讲很厉害的，但是手动的工作都不行的哈，所以他一直我们结婚以后，家里面很多的电线的东西都是他弄的，不是我弄的啊，因为他爸妈是 carpenter，所有东西都弄都是他都懂，所以都是他，所以他看你看他很厉害，做煮饭也是他，这些东西也是他。啊，爸爸是木匠。哎呀，对，所以他就有时候问我问题，就说：“哎，为什么要嫁给我呢？”他说：“以前的东西不是妈妈做，就是通常都是爸爸做的，但是现在问题是，这些东西都变成是他做，不是我做。”我说：“啊，对啊，没有办法。啊”哎，这个我讲比他好一点。哎，其实，他说，哎，你是怎样的人？他说要收4000块，你就送给他4000块，叫他快快叫人弄嘛。我说不行，啊，我们现在问题是修了以后还是有问题嘛？然后我是要找这个问题，我叫了三个公司来，他们都是这样讲，啊，但是我就是等一下哈，我发现是什么呢？小小的问题啊，其实。都需要研究一下，不研究最后也是解决不掉，啊，然后问题变成是这个漏水了，然后呢，还是另外一个方法啊，我不是不想用钱，我是这样，他的方法是好还是不好呢？看看，哎，没有给我都是看看了以后，不行，还是找另外工人用这个方法去做。啊，很小的东西，都是漏水，一滴一滴的，就漏水，很小的问题，对不对？原来要解决它不简单啊！哈，其实我也花了很多时间了，啊，看看这个 YouTube 也是要看半天嘛，啊，看半天去找了以后发觉，哎，不行，啊，所以要找另外一个工人用这个方法去修，那是比较好啊，不然钱花了，还是问题还是不能够解决。啊，如果我花了4000元，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然后他们要告诉我的风险嘛，他说这个弄了以后，这边弄了以后，可能要割掉它，可能几个旧的管，可能也要再换，因为你就电动嘛，太旧了，房子太旧了啊，50年的这个 piping 的，他说可能要再花4000块，我就想哇，4000块4800，哇，就是这个。排水的问题，哇，还太厉害了，啊，好，生活里面的小东西，原来小小的问题都要什么？对，你不熟的问题都是要研究的，然后讲福音也是一样嘛，我们不是讲过吗？福音是很简单的，你信耶稣就得救的，但是为什么信耶稣能够得救？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脑子不简单呢，你不要简化它啊。那里面呢，那就要花时间，花了以后，那你以后怎么讲？你讲道的时候，你传福音的时候怎么讲？那就你即兴信仰蛮比较好。你要讲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比较容易听的，听明白，都是这个意思啊。你说是有时候我们讲的时候呢，每一样事情都是有它的一点的功夫在里面的。我们福音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辩护福音的时候呢，我认为一定要学习一些方法啊，不要这些方法不好好学呢，还是不能把福音讲得好。最基本的，我们讲这个福音的方法里面呢，都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啊。圣经里面，有三个方法啊，三个方法就像好像我们去打篮球一样，我很喜欢，以前很喜欢打篮球，所以用几个例子。打篮球的时候，我的教练他是打以前打这个 NBA 的啊，所以他来了之后，他就叫我打，我很喜欢跟他学。他说打篮球呢，基本上呢，就是有三种的方法。第一种是什么呢？都是最起码就是一些基本功啊，基本的射球啊，啊，你要准确。射的时候，我们都是两个手指在里面，要射的时候不要高射，射啊，不要紧张下，就是你的眉，就是眉这个角度，把球放在前面，那这样射训，那就比较准确了啊。我就跟他学了。同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有很多基本功啊，你要把篮球就射球啊，还要就传球啊，还要这个带这个球带怎么走啊，这些基本功也一定要学啊啊。福音啊是一样，我们首先呢，我们需要去怎么样？我们需要 confirm the gospel, proof the gospel, 啊，都是腓立比书一章七节，那有一句话啊，保罗是讲的，他说。我们是要辨明证实福音，辨明什么是证实呢？证实就是 confirm 肯定它，就是证明 proof 就是让人家明白我们的福音的内容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最基本功的。我们见到一些人，我就当他是对福音的真相一知半解，一小不通，好不好啊？那你怎么让他明白我们福音的内容呢？第一个方法就是要证实，就是一些基本的这个东西啊，譬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基督教福音就是我们也讲公义，也讲慈爱，但是最基本的是什么？是爱。这个爱里面，然后这个爱是他的属性本性，好不好？本性好一点。这个爱是神的本性，神的本质，然后按着神这个本性呢，他一直推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属性 attributes, 比如说公义啊、慈爱啊、圣洁啊，很多东西，很多不同的 attribute, 对不对？啊，那这些不同的 attribute 呢，这属性呢，乃是建基于什么？乃是建基于他这个本性，他这个本质去理解的。如果我们不是看神是慈爱的，我们去看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都看到很残忍的东西啊，对不对？但是我们是根据他的本性，所以我们去解释，神对摩西不好吗？不是。神对以色列人不好吗？不是。好啊，对不对？难道别人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把旧约跟新约也看到是一样的东西，好不好？不同的声音其实是一样的，不然呢，就变成是我们只是相信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怎么样啊？旧约圣经是很残忍的，很公义的啊，不要啊，拿着错了。好，我们要就是要明白这个东西啊。首先啊，我们自己要证实福音，我们要肯定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东西，要证明是什么东西，好不好？然后呢，腓立比书里面辨明是什么？辨明就是 defend, 辨明就是 defend。 defend 就是打篮球，就是你学了基本功以后呢，那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就是说他
有时候人家会怎么样？他会打过来，对不对？他走到我们这个 court 里面，哪里有怎么样？你要 defend 是怎么 defend 呢？很容易嘛，最起码你不要这样嘛，对不对？他走过来，你就对不对？他射球的时候，你对不对？你不要让他球在里面，你要挡住他嘛。啊，他太高，你太矮，那怎么办？啊，不需要你，他的眼睛在里面，他的眼睛在里面，你不要接触这个球嘛，啊，他眼睛在里面，你就这样，也不用他进过来，啊，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拦住他，啊，这 defend 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就是说他有对他对我们有很多的攻击，然后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辩护福音，好不好？辩护福音就是说，就是告诉他，哎，你怎样对我们这个福音的解释是错了，啊。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就是我们要讲的另外一个经文嘛。第三就是就是有攻击嘛，就哥林多后书这样讲，他说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哪些至高之事，啊，不信的人他有很多的计谋，很多的至高之事要攻击我们，然后怎么样，啊，我们要哥林多后书说我们要攻破他 offend，啊，攻破他，就是打篮球一样，你不能够只是你基本功 很厉害，然后你要守住，但是也要拿分嘛，对不对？你要卸球嘛，所以你要懂得怎么去走过去，啊，然后去攻击他，把球卸进去，啊，所以打篮球的时候教练告诉我三个方法，哦，我说，哎，我们这个圣经里面也是差不多了，啊，这个物教学里面也是三个方法嘛。第一个我们是必须要首先是怎么样证实福音，好不好？证实，啊，就是让他明白我们这个福音是什么东西，啊，证明。第二是辨明，啊，辨明是什么？辨明就是让他明白，就是他对我们基督教有很多误解，我们要跟他解释，啊。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就是必须要攻击。攻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哈，就是说他对福音有时候我们知道他很多逾矩的东西，那怎么办？你要骂他，不，啊，怎么骂他？很有礼貌的，不是骂人的骂，啊，他是指出他不信耶稣，他的逾矩就在哪里？他有他的观察点，他有他的想法，但是他这种想法是错的，很笨的。你要告诉他你的想法是错了，是很笨的。三个方法好不好，啊，要看哪一种人呢，啊，有些人是需要第三个方法让他明白他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很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指出他的问题。好，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后现代嘛，没有神没有问题，啊，就是有神他们也认为这个神不一定是基督教的神，啊，这种想法，如果我们不攻击他的想法，不，所谓攻击是指出我们要指出他的逾矩的地方在哪里，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呢，不行，绝对不行，啊，好不好？三个方法。好，我们慢慢再逐一去提一切例子去讲什么是证实福音呢。因为实际上证实福音意思是说，就是让他明白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东西，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很多人其实他不明白基督教的，很多人不明白基督教，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戴德生传福音到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是什么？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信耶稣，爸爸的意思是什么？爸爸说是洋教，你要信的信我们中国的宗教，中国的文化，啊，洋教是什么人信的？对，洋人信的。对了，你哪个年代是不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就是不明白这个，对福音有误解了，不明白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啊，对不对？
有时候有些人讲就是共产党是讲就是基督教跟这个西方的帝国主义是怎么样一样的啊。你看到这个 cartoon 吗？cartoon 里面也讲这个西方跟中这个西方跟中国，中国在这边好不好啊？然后这个炮弹啊，这个炮弹，然后这个福音是坐在里面的，坐在下面的啊。所以要是这样想法嘛。也有一些想法，就是说殊途同归啊，这个想法是我们比较现在是这样想法哈，就是什么宗教是一样的，殊途什么同归，无论只是瑜教、佛教、基督教，都是道人向什么向善的，对不对？所以没有分别的哈，所以啊，然后这些的想法呢，使到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让他明白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讲个例子给大家。还记得呢 ,19 明运的时候就有一个王丹，还记得他的名字吗？记得他吗？他比较特别哈，我比较注意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给这个中国大陆捉了以后捉奴以后呢，我还记得他就是捉奴的经常头痛。一直在头很痛很痛，所以呢，他自己的父母呢就说他患有什么呢？他患有这个乳癌，老癌，对，老癌。所以让大家笑一笑，就是比较精神一下，有这个老癌，老癌以后呢，他就是就是要都通常就是民怨，就是讲美国就出面嘛，出面以后他说保外就医，他要想自己死掉了，一定是要老癌，他说带美国的照了以后，看到有这个肿瘤在里面吗？没有。为什么他经常头痛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我就笑了。不是，身体检查以后呢，发现是很好，他身体根本没有事，全部照过了，一点事情都没有。为什么他经常在，这个坐牢的时候一直头痛呢？现在也是一直头痛啊。坐牢是监狱，坐牢监狱在啊。为什么他一直头痛？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原来这个年轻人呢，哪个时候是年轻人呢？他真是太努力了，他坐牢的时候在监狱里面还在念书，但是你是监狱灯光也不够，他的近视接生了很多以后呢，你看眼睛不好，一直看东西，所以一直头痛，所以不用吃药做什么，给他去验眼睛，配一个很好的眼镜戴上去，那就不头痛了，原来这么简单啊。所以我看了新闻以后发现，哦，你知道，原来就是这样解决。同样的，我发现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人不相信福音是什么原因啊？眼睛戴错了，然后他的 focus 错了，他根本就是我刚才说讲这个例子，原来他这个人不相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所讲的基督教根本不是基督教，他所讲的福音根本不是福音，他以为还是福音，怪不得他不相信。我都告诉他，你弄错了，这个根本不是福音啊，完全弄错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透彻的向他去证实福音，就是这样 confirm 把它证明出去，明白这个福音的内容以后，那才是好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福音的内容，否则他误会了误解了那就不行啊。给另外一个例子，有时候呢我 有一次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是有我听到主日学的老师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列王记的2:24里面讲的，这还记得一个先知的以利沙吗？还懂他名字吗？以利沙是什么呢？有一次以利沙走在这个城里面走出来，有一些圣经说是童子，这个童子就有一句就骂以这个以利沙，就说他说秃头的
上去吧。啊，秃头的上去，啊，上去就是你去死，啊，差不多这个意思。秃头的，这是啊，可能伊丽莎的他的发型是没有头发的，啊，所以他在这哎，啊，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伊丽莎走出来怎么讲啊？哦，他就祷告以后，他就吩咐什么？他说奉耶和华的名，他拆了什么两只五熊在森林树林里面走出来，吃掉这些底下的童子，吃了多少个？42个，哇！所以呢，讲起这个小故事，你要乖啊，不乖就是不听好。这个小孩子就是啊，有时候这些小故事讲了以后呢，就是孩子就是，我们要解释清楚一下哈，不要让他们太怕这个福音哈，恐惧。里面所讲呢，说他我们要小心，这个秃头是什么意思啊？秃头啊，叫光头啊，是什么意思呢？光头的意思呢，不单是哪个时候这个字眼啊，不是单单是指到是这个，可能是伊丽莎他的发型，他的头是没有头发，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你有见过这个啊？这个马丁路德他是中世纪的时候这个修士嘛，对不对？他的发型是怎么样的？你发现吗？你知道是怎么样吗？中世纪的时候是怎么样？头发是怎么样的？头发这个，如果这个头啊，这个光，但是头发是怎样的？你有头发，但是里面要怎么样？中空，你要这个。对啊，这里也要空，这个空。中世纪的这个修士是怎样的？为什么要怎样啊？哎，这个是什么？光什么？光环啊，光线。他是神迹人员嘛，他特别给他这些发行的啊。我这是中世纪很奇怪，但是这个呢是怎么样呢？是跟这个，你知道吗？旧约里面这个立位支派里面呢，他的发型也是一样的，对呀，也是秃头的，真的是这样的啊。所以里面呢，杰里所讲的秃头是什么意思呢？不单单是指到他的发型，伊丽莎的发型，乃是他看到伊丽莎以后，他知道他是什么，他乃是先知，他是耶和华的先知，在哪个时候？在就像你在中世纪里面，你见到一个人，他的发型是怎样，然后看他穿的衣服，你一看就知道什么，他是修士，你就骂他。其实你骂他是什么？不是骂他，是骂谁啊？骂死。对了，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不好？好吧。啊，哪个时候也是立位人也是这个发型，就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